大家好，我是 SH48 Team X2 的新颖潘琪。咦，然后这一年来呢，也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，我也从里面学到了很多。就比如说，学到的最多的应该就是珍惜眼前，珍惜现在吧。因为我今年遇到了好多好多超级棒的前辈，然后还有一直在默默努力的后辈们，我觉得和他们在一起真的很开心。然后还有就是。最最重要的就是我的大天使们，谢谢你们。有的时候觉得这真的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呢。就比如说之前我不顾爸爸妈妈的反对，然后毅然决然地进入了 SH48。当时我想的是，如果虽然不知道我来了这里会怎么样，但是我不来这里就一定会后悔的。所以我希望大家也能够每天都拿出200%的干劲，然后非常非常的努力，每天都认真学习工作，然后还有充实每一天，这样子以后回想起来啊，才不会觉得后悔，就觉得哇，每天都是那么的开心，都是那么的充实，此生无悔。然后之前虽然也说过，就是想要做你们的北极星，一直为你们照亮前方，然后指引方向嘛。但是其实呢，大多数时间都是我从你们那儿获得了好多的正能量，还有各种各样的能量。这次呢，我还有一个不情之请，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帮我完成，就是，我知道可能会对你们造成一些负担，但是我想要进圈，然后就想要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和前辈们一起交流学习，然后有更多的机会登上舞台，然后看到舞台下就是你们越来越多的笑容，然后我也会觉得很幸福的。我一定不会辜负你们的期望的，也绝对绝对不会让你们以后回想起来后悔喜欢我这个人的，我一定不会让你们后悔的。我是潘一奇，谢谢，加油。